天吃的比较好，不是红鲟，是醋鲟。哎，醋鲤鱼呢？对，醋鲤鱼米肠。讲的好，比红鲟更好吃。哇！对的。就刚刚的。我给他讲完戏哦。处女裙米糕，白斩鸡看起来很像葱油鸡，吃一块鸡胸肉，选一块最不讨喜的位置来吃，代表台南的乌鱼子哦。哇，它乌鱼子很厚切，大虾枣，虾大虾枣，虾枣，虾枣，枣子的枣。够油，可是很香，而且不硬，而且它有很重的传统的猪油的味道，而且它的肉味很重，很香。我在喝你钱。一边是香肠，一边是粉肠哦。这个鲟丸没有鲟哦，可是看起来滋味的鲟丸很漂亮。嗯，切法也不一样哦。我讲的没有错对不对？它有鼻涕的香气。还有甜味，我现在吃蛋糕，然后咬下去一点点软软的，不是黏黏的，松松软软。嗯，这道南天干还没有上桌就闻到香气了，而且它的厚度很厚哎，不会吗？它虽然切很厚，它虽然切很厚，可是它的表面味道很重。切鹅。可是你要看哦，什么汤？花条，花条，花条，很多条哎，花条，好吃哦，韩土鱼汤哦，韩土鱼汤有喝过吗？我可以接近一点看吗？可以。我想要接近一点看你。看我？对呀。习惯你还看我？你赶快去品尝那个糖醋鱼，那个很少有。它的这个鱼身并不是软软，对，是硬邦邦的，结实。这是你第一次吃糖醋鱼吗？第一次吃。哎，你是这里的常客，还第一次吃？听说你一个月来十次哦。没有啦，没记了。大家对待那个糖醋鱼好温柔，好温柔。它肉是 Q 的，它不会是很干干的。我给它讲花蒂哦。处女裙米糕，米糕完全看不见，米糕。看我是米饭控。你看它的油饭，它的油饭拿起来就知道很黏哦。米饭控哦。都是猪脚的味道啊。然后这个肉很湿润啊，都是从小就这个样子。哈哈。今天是没有办法打包油饭了，看起来真的这一轮过来已经差不多了。对啊，土生鱼动作很快啊。对呀，天哪，还在火里就要起锅了。好在于吃一点吃好香哦。龙虾，吃完了处女鱼还有龙虾哎，桂花鱼翅哦，远远看还以为是炒米粉哦。什么汤？北鸡贝猪肚汤。哦，它的东西这样切看起来好漂亮。北鸡贝猪肚汤，这么大尾的红条哎。你米其林秘密客，我才不是秘密客。清蒸鱼，香鱼，汤条，红条，哇，这么大，这条好大，你妈都塞不下。还有那个菜上完了哈，待会就水果甜汤。好，谢谢。这是体灵导读呢，是滋味的甜点哦。现在滋味的菜跟以前的阿霞有什么不一样？大概就是这一些，最主要是新鲜的。嗯哼，啊，这个就是勾叉鱼啊，